醉，不应我梦里来也。这心关照正妙生，梦见是爱应足灵霄。王爷，你莫生气，我带阿娇甲贤弟来甲你赔罪。给我赔罪？是啊。恁两个头拄伫楼骹，讲话无小心去冒犯到你嘛？我并无甲伊生气，啊，不过我倒想要问伊，因讲希望你从楼顶迄只猛虎甲伊灌好水，莫非本王就是因所讲的迄只猛虎是？讲你是好并无错，有问王爷情。
中华中，小孩都要这个孝心，经济都当作第一要，也就比天家的良心。哪里想过变就阿来？就阿，落在天家的父子里，你好求着。阿公应该好有亲人啊。我的锁匙搁是伫文主的手中，伊若安尼个亲王无锁匙，就无法度通拍开石盒，明仔伊就无法度通看到啊。但是，伊总是会想出办法拍开石盒。明仔上记录了江木在行内136位反清复明义士的性命。阿玲，他落在玉清龙的手头，哪呢？哪呢？董主，咱会用利用伊还袂拍开石盒以前，想办法把石盒偷摕倒转来啊。这是唯一的办法。董主，听讲玉清龙将石盒装在。王官老，迄座楼是五天连环，三面环住，而且派重兵把守，只有天罡绝顶的分量和老前辈才有法度通进楼。分量好？这分量好，敢是咱正义门门主所当的外号嘛？分主在进定兴起五三桂的时阵。就中了连环毒药标，已经回太后宫梁山疗伤，不知近况如何。
知影，这玉杯才是我燕家传家之宝。哈哈哈！知影，知影。范老夫为了试探公主的轻功，只好目睹出宝。试探才害轻功？不错，人称老夫轻功绝顶，正好分中好。 公主身怀轻灵，真像川灵燕，但比老夫的轻功还佫有超过。分中后，莫非是正义门的门主苏老前辈？老夫正是苏董。燕江天拜见苏老前辈。哦，公主，请去。 照苏老前辈安尼先讲，明册若是落在手脚龙的手中，那呢将福建中迄一百三十二位忠臣义士，全部拢难逃一死了。石阿所是在老夫手中，乃会当逃回石阿，将内底明册烧掉，才有法度解毒为机。偏偏。 老夫得病之大，无法度施展轻功，就万万老。唉，燕公主，起初老夫看恁貌相，误三观，也算你甲伊有关系，所以缀你背后，点点暗藏个，才知影你是江南大侠燕偏言之主，燕江天。 不知你肯不肯替老夫借一撮？苏老前辈，既然我貌似我三岁，既然我心甘情愿当燕离妃。
难处，我愿替前辈父行出。大哥，听讲你要甲恁表妹甘秀荣要完婚，老夫不忍心拆散你们。恕老前辈。不多来予伊交费，无回名声是一件真危险的代志，万一。搭桥将义士，将明哲来到，个人的性命只求达几好。老夫心中独标，活在这世间无偌久，应钢铁，对这马开始，你就是正义门的门主。要唔赶紧归落去接正义令？我知影，啊，不过
是苏燕啊，那是小苏，你说妹妹甲小燕看袂起啊？小燕，叫你放心，我绝对袂将你放袂起。我来去，你家还好好保重，好。